结束在台湾的演唱会，日本天后安室奈美惠呢，中午的时间搭乘了班机离开台湾，结束她在台湾三天的行程。穿着一身是花色小洋装，这安室奈美惠虽然戴着墨镜哦，不过在走到登机的路上呢，一路保持浅浅的微笑。大批粉丝到现场欢送他们心目中的超级偶像，也可能是因为感受到了粉丝们的热情，安室奈美惠呢，在走进登机室之前，还特别把墨镜拿下来，挥挥手结束她在台湾的巡回演唱。